天桥教会2016年的双翼门徒训练课程即将开始，神呼召我们做历史的主角，因此我们必须前来接受装备，成为天国精兵，做神合用的器皿。是在3月19日星期六同时举行的全人医治特会以及代祷学校，邀请已经上过领袖退休会课程的弟兄姐妹再回来这次的训练课程，不断操练自己，付上代价，成为天国得胜的精兵。4月2日星期六开始，最新一期的养育班和门徒班即将开课，养育班的招生对象是慕道友、新家人以及尚未上过养育班的弟兄姐妹，门徒班的招生对象是上过养育班结业的学员，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。今天3月13日下午1点，将在松年教室召开长职同工会，敬请长老、执事、同工以及小组长准时参加，一起来关心教会的财务、预算以及决算报告。接着在下个主日3月20日星期天中午12点半，将召开信徒大会，邀请所有天桥教会的弟兄姐妹踊跃参加。弟兄姐妹，您的会籍名单已经公布在走廊的布告栏，会籍资料若有错误的，请您在这个礼拜三以前向干事立金更正，电话是06-2970-882。以下是财务部的重要消息报告。第一，在下个主日信徒大会的会友手册将刊出去年度的会友奉献明细，作为公开征信，为了保护会友个人的资料隐私，只以奉献代号呈现，不会揭示个人的姓名。第二，配合五月份申报个人所得税，财务部将会在四月份发出去年度的奉献证明单，也是以奉献代号查询。如果想知道您个人的奉献代号，请向干事桂美或丽金查询，电话是06-2970-882。下周是耶稣受难周，在3月24日星期四的晚上7点半，将在教会举行圣餐礼拜。最后的晚餐，邀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前来参加。南都电台 FM89.1 频道天桥之音广播节目，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，天桥之音单元林宪平牧师将主讲天父的心与儿女的心，晚上10点到11点真情相遇单元，本周杨雅婷姐妹将与我们分享她与神同行的美好见证，喜乐的力量带来生命的蜕变。11点到12点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，本周播出的曲目有华格纳的歌剧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序曲，以及以色列大提琴演奏家拉赫曼尼诺夫·肖斯塔可维奇的2008年在莫斯科音乐会的现场录音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。